你是不是会当先考？麻烦总裁，讲了才有准守。我跟你讲啊，乌贼哦，只有踮我家才当发挥伊上大的力量。哼，迄朱瑞平根本就无好啊发挥乌贼通天的本领。伊若真正有认真，嘛会替家己感觉唔甘愿啦。 原来你对学车了解有遐尼大的冲哦！其实学车本领哦，那是用在做人这些，是会当累积足济足济福德，福德才是帮助修道上大的力量。你要换一个角度想看卖，用福德引导这个世间。 利益众生。我啦，你是怎样啊？是讲到话事，你话了解乌贼款？啊，朱丽萍平常时，我连甲你讲一寡话无？讲到你捌咯，喙手就拍个。哎呀，江多贤，我的背离你写唔对啊，我是孤立到的生。 你竟然用我的身份来创奇观！干咩？那大便拢是你迄人运，大便拢是你赢的道理。阮敢袂用个摕你的土来搞你的饼，想要伤害我的心，请给我一关。你干了先，我可可，卖个小想要掠超越。 来施展助魂术，主任，我用心准备的大鱼还没正式上台，你确定你即马要离开？阿哥，彭彩霞，你是头壳破一空哦，你要去找江多生问超越的路。 安尼唔多等于是车轨听有多，上吧你破嘴啊！安尼拄好，互伊掠起来，利用你的性命安全来威胁文瑶，必然大家接受伊的条件。我看，咱是要试探什么消息，还是我来去较妥当啊？你是咧想啥？你袂记啊？你是阮哥卖后生的，卖后讲到是发现你嘛有危险咧。不用啦，我袂让伊冒险。文瑶是咧啦。 是我讲话讲伤紧啊！我知影你是为了我的安全在设想，才你卖受气好无？奇怪，陈东俊是啥物时阵出现伫咧遮啊？都伫咧护证事务所嘛，无看到人。而且陈文瑶。 那会怎尔关心伊啊？我感觉怪怪。你敢会想想济啊？人兄弟咧，人之间感情遐尼好，管你啥物事代啊？我赶紧就收伫个遮哦，嘛无啥路用啊！赶紧来转啦！卡片起就等到生发现。对，不然查着陈东俊前几工啊，已经离开台湾，到即马还袂查着伊入境的资料。啊，你意思就是陈东俊即摆人伫国外？这个表示啊，这陈东俊是假。 即下甲总裁讲的同款，即陈长胜真正有唱敖无？问题哦，就伫咧即陈东俊身上。干妹，无得开始消息唔对啊！小弟结婚，啊陈东俊做哪样兄的，哪有可能无法度转来参加婚礼？这毋就是奇怪？这唔简单，派一人去试探看卖，就知影即陈东俊是真的还是假的。
你这是讲啥啊？啊，你敢不知影因对我印象足歹的呢？我现在怎么出声？莫啰嗦啦，啊叫你去就去啦。啊是讲，你无爱摕到总裁给你妈的解药。何瑞安，你是来遮创啊？我本来想讲来遮送陈文瑶一个结婚大礼啊，谁知影无看到新娘人呢？敢毋是新娘落跑？你瞎讲啥嘿？本来我才会做这款代志的人啦，反正就是暗中我甲偷带走，今麦才来遮咧假神假蛋，咧问东问西。我感觉陈东俊怪怪安尼，我想要甲找倒转去。我刚到心上心问一下，我是无可能让你跟我传走的，你别笑想啊。陈东俊真正有问题，赶紧起来。是。你下面出来。不要。不要，是你。不要！你们收着！阿明，住下！不要！你们收！不要！我没叫你继续开，你停来要送啊？红灯啦！超越小姐，真地了工啊！迄我拢封闭的啦。少年的啊，我看你唔呐目睭火气，而且阁有痴呆症哦。我是陈东俊的。你敢要看麦？你今麦写真啥物款？超越小姐，你是不是忘记你阿公是谁啊？总裁绝对有法度的啦，恁做些有诶无诶代志，拢互阮总裁看破卡手。你做我老亲！超越小姐，闭嘴啊！你敢犯规？犯规啊！敢犯错？犯错啊！总裁，你真正是了事如神，未随老皮温转世。迄陈长胜真正有头唱过。伊把江超越哦变作是陈东俊的模样。阿哥，我看看他去，这位人我嘛已经抓到啊。哪位啊？你代志处理也袂歹，啊我查某孙呢，这卖人对不对？个镜头哦，煞去，煞去啊！啊，我这卖哦，才有一个贵宾哦，想要看一下。是，总裁。啊？阿公，你真正是无有意安尼。阮爸用伊的性命，想要把你的良心换回来，你讲我是不了讲。你给我点去，我演团就是和陈忠信、朱丽萍，还有万新民这人煽动，才白白牺牲的。这件事，我一定要找因哦，一件一件拖回来。超越你别惊，妈一定想办法去救你。妈，妈，我一定等恁过来的。干不行。你莫想讲我无你的烦，我今嘛，就先收掉你这老妖头，卡要你看着超越伊一支头毛。你既然把鬼仔金刚杵藏在身上，哥，超越伫什么所在？我就偏偏不爱跟你讲，看你是当安怎？你就是自找死咯！快走！哎呀，等下讲个上计啊！靠，靠皮皮，竟然用伊用翻遐技术！给同你聊天。真正我妈讲对啊，你想要挃我的命，
进行做婚事，好歹替你失去的婚，你哪会当这么自私？你哪会当这么无魂无目屎？那是你干坏！你让我再一次失去你的老爸，那是我的孤儿呢。虽然说哦，你有我的血脉，啊，不过我早就无认你这个孙啊。我即马只是把属于我的物件摕倒转来尔，系天公地道的啦。趁就你这款侥幸失德、逆天改命、完全无待人亲情的人，搁好意思讲啥物天公地道？真正是笑话人的嘴。你计想袂好啦，飞弟哦，你就干阿即马会当命啊？总裁，你老皮回来呢？有要紧无？你都已经剩最后一口气啊，搁要继续作乱？我爸就是因为你做的孽，干脆把你的性命弄变，结果你也是赶快进来讲哦。是的，是的，我这摆身上哦，确实剩一条魂呐，不过并不是无法度做饭，只是哦会小可伤一下身体，但哦。我把你的魂魄收回来，有我所用。虽然说无多恢复正常功能，但不过至少也有六七成啦。我也是较占命。根本就是周慧玲嘛！我跟你讲啊，就算我今仔日发生你这，我压力嘛绝对袂予你有机会，替我回去要。总裁，你有要紧无？我袂要紧，我还阁紧会条的。你看，你一用法术，不是流鼻血，就是吐血。你敢要继续做法？你莫在讲迄有诶无诶啦！你想想讲，拖时间，让陈文瑶会来救你是无？我来讲啊，迄阵人已经互我用调虎离山，来走倒去啊！你也是好啊，认命，好啊吼，把你诶魂收过来。我甲你讲啦。下去有听收起的，不是我，是你的救兵啊！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我咧跟你讲过啊，叫你卖嫁予迄个短命鬼陈文瑶，你就不爱跟我殉道。今摆我咧算算咧，你迄短命翁应该行入去我爱死的所在啊！你对我要做了啥？你对我要做了啥？你更干啊！你唔免这样着急啦，回去等一下，你就会当家己去问伊啊。你真想搞我要害死啊！你真想，你哪一道你对待温柔，给我做狗也是要死掉死啊！我连你这个孙女不爱提啊，死这孙仔婿这算啥啦？你的动作，你是最后一届，友好我这個阿公，让我好好啊，把你的魂收入来这八卦镜里面，安尼我就当开始做魂术啦。